这赛季1v1我还没输，总决赛也不会输。剧本来了，浪二追三，敢敢担当。现在已经我们赛点了，你们好像不太行啊。第一次来到总决赛，就当给你们交交学费吧。这学费还是由你们来交吧，都失败那么多次了，也不差这一次了。一人拿一辆，这绝对不可能是两个人拿两辆。他这个用地起上来先留一下车了，这留的有点狠、啊，这留的有点就是你留吧，又感觉你确实留了，你没对面墙，但是你留的这个车，你搬不过雇佣地起也没毛病，确实也没毛病。是他的搬土策略就已经不然地起用什么地方呢？就不至于留的那么狠嘛，就是还有获胜的概率，对吧？对，而且金霸，你像王者峡谷啊这些图还是能够打一打。那这样的话，开局您亲的这辆零九就占据非常大的优势。快快，仔细的看一下这辆车，看这个炫酷的外表。而且我刚想说，就是，这个给到的画面的这个车的大小，正好是这个选手，你看那个视角是可以坐上去。对对。哎，这个我还没有发现、啊、你现在走过去试一试。对，你看人的大小差不多可以上个上位。可以啊。对。那要是哎，看一下起步来了，这么快。宁清这起步没有想象到没有这么快啊，没有搜罗没有二 v 当中那种风采。对对，要看一下这里要卡气，哎，是不是氮气没？哦，有，跑法不一样，跑法不一样，这个体现出来了。哎，这回没了，这是真没。谢谢游哥，这个宁清肯定在那边大喊啊，因为突然就是宁清的跑法跟正常跑法突然懵了一下啊，是觉得氮气没了，但是后来一想，哎，有，宁清来到顶跑位，看一下这里转向。哇，朱勇者这个点拿捏的非常好啊！对，那这里再进一波卡气，有空中断弹以后再衔接 TWW 第一个衰微以后，哎，点漂就可以。对，点下车直接弹，再来个双弹射，第一圈38秒72，真的是非常随意的跑出来。这一局其实有概率破得记录，破记录啊！是，这个第一圈跑来是比较顺畅的嘛，在第二圈也没有任何对抗。对，看一下现在。已经进入到最后半段，只剩下两个连环的 U 弯，那狮子这个应该是没有机会追上来了。对，看一下能不能破一个记录了，还要用个应该是吗？看一下，再来一个暴跌，连续冲线，最后的冲线成绩是1分14.85秒，哇，再次实现跨秒，这个是增加新的记录图了。而且其实赛前我有拿到一个数据，但是我没有提，因为我没有想象宁清辉在总决赛上已经打破两次记录。二位知道宁清现在总共打破赛道记录数的次数是多少吗？对，出罗纪公园的记录是1分14秒85吧，应该是。对，之前记录保持是 RSG 小玉1分15秒42，保持22天啊。对，保持22天，这次宁清大魔王实现了跨秒，跑到1分14秒85。那来期待一下狮子的选车和选图。来吧，优势给到你了，广安先进也行，就是你怎么去把这个优势，你看有没有办法再扩大更大的优势。看这个图是英伦古堡，英伦古堡，那这手骗车骗得更狠，看一下宁清敢不敢用，已经用金耀之星堡了，应该是就拿迅捷了，拿迅捷了，这边是拿，对呀、啊，这是啊，轻舞者吗？你确定吗？这个颜色是，我不太确定这个颜色。就这个紫色，我记得目前金耀，它是极星动力的，哦，有可能是金耀。金耀之星，因为之前他用过。宁清是金耀的代言人的啊，是金耀，金耀之星、啊，这个有棱角的，不是看不出来。那这个就骗车成功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再拿自己的朱鹰者去打你的迅流星，对。宁清这辆迅捷，就是宁清每次到这个时候都会选迅捷，但是之前他这样选的时候是他为了留车的时候，但是没想到现在是一个他为了骗车，对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呀、啊？现在轮到我，这是被动选择，我不得不选这个。没错，相信现在宁清也能体会到之前云海的苦衷了啊。对，来看起步。哎，起步，狮子这边有赛车优势，这里要不要做连续卡气？连续卡气，哎，这里再卡，哇，走右边，右边要注意一下位置，有惊险，对，过得去，有点惊险啊。这个点的话还是，哎，这边，哇，宁清外卡内，但是这个是狮子个人的问题，自己钻进去的，个人的问题，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在那个位置跳的角度去进行一个卡内道。对，这个真的是狮子自己钻进去的，这还没卡满，还在卡，
对，这卡要切开后面这边，漂移弹起来，弹起来，没有坑，对，是，对，哇，牛晶在用这辆车的时候，仿佛在说，你以为我这局让了吗？对，这圈我垫过，而且这个时候你完全发挥不出训练游戏的优势，因为你这个点都在进行漂移。没错，其实从第一圈完成时间来看，狮子还是在可追范围之内的，但是就怕急呀、啊。对。这里再卡，还是要这么走。没错，要上来台阶，哇，上不去了。就上去了，哎呦，这里。他没，他车速不够快，前面的卡其车速阻力太大了。中间又卡了一下，这个车速直接停下来。要靠左，左边是有一个台阶的。对。是。那这第二圈这样的狮子应该是没有了。这。还是太求一个极限跑吧。星耀之星，等一下。看能不能走下右边，看走右边也来不及了，走右边也来不及了，走右边也没有办法卡的。宁静肯定要控节奏的，你看，刚一走，宁静肯定要控的。他这也太……但说实话，这个、为了胜利，什么做出来？是，对，这个肯定要控的。哎呦，但实战当中，宁静是第一人，好不好？这个在比赛当中确实是的，对啊，很正常。当然，这个想法很正常，就为了胜利，确实，因为平常在排位的时候，我们都遇到过这种情况。对。特别是抢七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们应该经常会遇到吧？经常。电音牧场，先拿追风者，先不着急啊。我们解说就有点着急了，我们在替他着急，该怎么去追分？他主要是现在有点乱，对这个不知道逐影者这个战术该怎么打，所以说只能在后面试探。你不断的试探越多的局，你会发现后面的那条道路越清晰。是，而我现在呢，先通过自己的一些擅长赛道，我先追分，打平之后，我再通过我自己的一个赛车优势再去做战术。对，那这一局的压力是非常大的。对，看选手起步，宁静这边起步还是稍微快了一个车身位。是，但起步的话还是能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。对，这边。突然有点脱飘，对，双喷出关就直接脱了。对，狮子来到顶跑位，双方都是相同的追光者，没有任何赛车优势。只要狮子稳住的话，对于宁静来说，后追压力也非常大的。是，三英图还是三英图啊？但是挺奇怪的，对于 AG 来说，他之前是搬掉电音梦场的，为什么这回在动态当中主动选呢？就可能是自己最为总决准备的一些套路战术吗？这有可能的，可能也是在总决之前也是练了一下。是，是星坛热点过后，看宁星这个内线把控的非常到位，再来一个小飘断弹，狮子非常的快啊，出弯，这个后追也很快，距离仍然没有拉开。没错，用落地喷空喷叠加 CWW 一个惯性的点标，宁静这个细节处理堪称完美。下面一个弯道有机会，但是狮子路线把控同样完美。他第一个那道去抢的时候已经损失了一点路线了，所以第二那道就没有再跟进了。是，看这里延续单期延续，哇，宁静这个路线的选择这里是真的细节拉满啊。这个弯道过来压车，这里空喷落地喷叠加 CWW， 下一个弯道有机会卡位，卡位成功。开启 ECU 左侧单机延续，但是飘的有点肥。没错，狮子路线更佳，但是要等追光者的特性下发以后，哇，落地点被宁星卡位了。但是狮子在那道先抢到优势，而且宁星里面没单机，再来一个内线以后，狮子顺利冲线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恭喜狮子扳回一分。哇，这局宁星的对抗，说实话很凶，而且很有想法。但是狮子他确实也很稳、啊、真的猛啊，哇，这个真的猛啊，狮子重压之下依旧能够理清思绪，知道自己该怎么跑。对，看一下什么图，看一下幻音成假日，幻音成假日，没错，苍穹了，这个金红不行吗？苍穹啊，来了苍穹，两辆海 神、哎、呀，哇，这两辆海神那就打交替呗。对啊，对，但是这张图就看谁的双压弹射完成度更高。对，在完成度相同的情况下，就看谁的双压弹射能形成优甩。一个二七，一个二六，差了一秒左右，对，成绩上来说是有差距。而且这张图的话，刚出的时候我就看宁星练过非常多次，一直到现在就拿到过很多次的一个记录嘛。啊，这个海神的特效显现的淋漓尽致啊！这个图我拿出来只有一种可能啊，拿来用来练双杀弹射的。是，游哥这张图应该跑得非常多了，但是并没有去尝试这张图的计时。我什么图都没尝试过计时，十一城尝试过呀，那不算尝试，那是拼了老命的去跑是吧？我这局宁静的起步感觉回到了二 v， 哎呀，刚刚完刚完，对，但是狮子驾驶海神这个集气还是非常完美的。对。这里开启一个 ECU， 可以进行一个极限单气延续，延续三下以后落地一个双杀弹射，挤满一个单气，看接下来会有怎样的选择。宁星这边脱标了，节奏出现一些问题。对，这是宁星自己选的图，所以说自己的心态还要控好。哦，险些挂掉单气，非常的惊险。对，开始稳追吧，海神后追海神，怎么说也是有一点点优势。是，这里没弹出来，
再来，但是 U 甩看角度应该没问题。对，不过手里面的氮气好像不是很乐观啊，还是把氮气给撑掉了。有可能，因为那个角度要么就形成 U 甩，要么就上墙了。对，没错，在后追过程当中的宁星路线一直出现偏差，不是非常乐观。对，这局有这样的一个距离，我觉得已经很难追了。没错，对这个距离的话还是比较困难。狮子的传球角度也比较刁钻啊，是还是完成度比较高的。没错，看哇，这里路线非常细节，落地一个双杀弹射，这个双杀弹射的完整度非哎，这边上墙，这里不能夸呀，这两名选手都不能夸。是，只出了一个单喷，这边让狮子氮气也没了，这样宁星逐渐拉近了距离。没错，但是现在这一个点，宁星的优势非常大呀，没有等第二弹直接超越。没错，这里看一下落地的角度，宁星手里面还多一个氮气。是的，这边飘了，歪了。这边飞飘之后，宁星已经来到最后一个金道，可以顺利出现，恭喜 QG 宁星3-1领先 AG。哇，这局谁能想到，开局当我们在感叹宁星起步的时候，刚感叹完宁星第一个双弹射直接脱标，给到狮子1.5圈的领先时间。美洲大峡谷双方同时用到苍穹绝影，这也是狮子的成名赛道。对，1:16.62，1:15.74。美洲大峡谷这一分对于狮子来说是绝不对不能再让了。对，如果说再丢一个分，那直接就进入到 QG 的赛点局。对，寸土不让，看一下来到起步，狮子起步更快。这一局成了一个起步，可以宁星上墙。对他这个弹射的角度出的，是接连这个弹射的，这个弹射很漂亮，只是说角度不对。对，看宁星开始开启，对大魔王后追模式，哇，这一个惯性。这个后追速你看距离已经有所拉近了，对，再贴一手，我的天，哦，这边再来一个最大最大标，没有任何问题，来到第一个捷径，看狮子的细节处理，两段飘没有任何问题，他这个出弯就有点慢，说实话，因为两段飘你第二飘其实完全可以早一点出弯嘛。对，这里蹭个红门落地喷消弹 ZWW 过来撞墙，这个距离已经非常的近了。对，通过半圈左右的一个时间已经让宁星拉近了与狮子的距离。是，哎，这边怎么样？对，氮气延续没有办法做，接下来的话这边选择不走近道，氮气也不是特别乐观。对，稍微过来看一下进入到连续的弯道，单喷延续，是狮子还可以求稳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求稳，是这可以求稳，这个距离的话还是可以稳的，因为车上就有两个弯道了。 对，所以说你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小地图。是，对，距离远的话你完全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方法。1:16.21，恭喜狮子扳回一分。对，这个完成成绩还是没啥问题。对，这基本上说明他的心态是没有太大变化。是，就这局跑出冲出来之后基本上就是一个正常操作，这一分也不能再丢了，你再丢的话这个4-1在 solo 赛当中就不可能追回来。关键是放在宁星身上，他宁星拿到优势基本上这个赛季不是基本上没输过，对吧？对，宁星在这个赛季拿到优势的 solo 局是没输过的啊，这个好像劣势的时候也没输过，是劣势的时候追分也是追分。对，说是敏敏的妄图，虽然是宁静的记录，但是其实长城刚刚在二 v 选择其实四个人都非常擅长。对，在别的图的话其实新赛我觉得可以选手西湖，西湖用什么车呢？指挥官或者